跟你们说，就这个配置，你们2000块钱如果能买下来，我把头拧掉给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面。刚刚呢，用我这台雷神911打了2码游戏，测试了一下，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棒。昨天评论区底下很多人在黑我这台电脑，说我这台电脑怎么怎么样。我这台电脑招你们了还是惹你们了？你们说我阿面没有关系，我阿面任你们说，但是你们说我这台这么棒这么漂亮的电脑，我是不同意的啊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这台电脑的最新配置。首先给你们看一下我这台电脑的外设键盘，是一个罗技的超级无敌键盘，买下来500多。鼠标雷神、炼狱蝰蛇、逆障典藏版啊。再看一下这里，板板正正，足足5斤重。接下来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配置。配置的话，雷神911笔记本电脑，处理器英特尔 i7-8750 2.206核，内存 16GB 三星，显卡1060 6GB 广达，主板雷神 HM370 芯片组，显示器京东方的15.5寸硬盘，三星128G 固态硬盘，然后外接了一个1T的机械硬盘，网卡英特尔，电池，这个电池健康度53%，这个电池的话有点拉，声卡瑞显控制器。这台电脑我跟你们说，就这个配置，你们2000块钱如果能买下来，我把头拧掉给你们。我说实话，头拧掉给你们当球踢啊！你们如果是真的能，你们能买下来的话啊，再加上这个牌子雷神911 M 啊，不是我跟你们吹牛逼，这台电脑就这个配置，我跟你们说，市场价没有2500到3000块钱，你们是绝对拿不下来的啊！就这台电脑，再看一下这个外观，这里有一点点小划痕，无伤大雅。外面啊，这里是一个保护贴纸。兄弟们，现在你们还敢黑我这台电脑吗？说我这台电脑500块、1000块，我买亏了吗？兄弟们，啊，给你们看了这些配置，你们自己啊，在心里面掂量一下。如果你们实在是不懂，就问一下懂的朋友们，不要在评论区贻笑大方，对不对？刚刚用这台打游戏《英雄联盟》，非常的流畅啊！别的游戏目前我没有测试，因为别的游戏我基本上也不怎么玩，就《英雄联盟》随便玩了一下啊，流畅的一批啊！我就跟你们说，这台电脑没有3000块钱绝对拿不下来啊！我呢就继续再测试一波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那本期视频呢就先给你们拍到这里了，不要在评论区说那些让人搞笑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兄弟们，贻笑大方，拜拜。